下，他刚刚移动有这么快吗？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挂了。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容易 dead end 了吧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举枪。你怎么走掉了？哎呀，炮枪仔，炮枪仔，冰室也是炮枪仔啊！好，没事没事，成功。你的头呢？果然是那样吗？这个橘子香看来比想象中的来得更糟糕。如果用一般的对应方式，太危险了吗？附近的浮游灵被这个箱子吸引进了区域化，形成怪异集合的状况好像很严重。而且不妙的是，借由接连引起的怪异现象，使得橘子香又升华成更强烈的诅咒了吗？真是恶性循环啊！总而言之，去让这群中最潮的家伙闭嘴吧。最潮的家伙，没有啊，闭嘴不了啊。哎，果然，发现了小药。等一下，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，让我下去。没事没事，我下来了。他被打到，他会加速啊！我的，等下这个角度有点母汤。先存档。看来是灯。怎么跑来这里呀？最吵的家伙在哪里？Oh my！烂东西，太多番茄酱了吧？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封印着，什么？
说你是在我脸上装磁铁是不是？小姐，你给我诚实哦！你是不是在我脸上装磁铁？阿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我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事？他为什么我没事？他为什么我没事？我不懂，不懂。哦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打掉打掉打掉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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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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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怪异发出的音乐，这出场音乐好吵。阿等他打算用什么方法把这次的怪异做个了断呢？能想到的方法只有一种，在诅咒发源地将其埋葬至黑暗之中。埋葬是吗？简直就像虚构的世界了。听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实际上对于这是在这世界上蔓延的诅咒，没有轻易的解咒的办法。这一次是。也就是不能轻举妄动，如果刺激到施咒的对象的话，会有诅咒扩大扩散开来的危险可能性。那么能怎么做呢？也就是照字面上的埋葬。取纸箱即使身为危险的诅咒，但仍是个毫无意义中的箱子，只要附近有符合的人选便能下诅咒。冰室他大概是想把取纸箱封印在不透光的黑暗中，让它半永久的不会发挥效用吧，不会被人眼所及，不会让任何人接近，就算在那种地方有取纸箱存在也不会生效，不会发生任何事。是啊，也就是一切随着时间而解决，安静而缓慢的，直到箱子化为尘埃为止。真不起眼的方法呢，妈，虽然这才是一般的，对吧？真亏你能平安归来啊！好久没有这么卖力了。鬼屋也已经让我吃尽苦头了，的确是很多苦头啊！刚刚到底死了几次，我都不知道啊！我的天哪！那么怪异是全部收拾掉了吗？只有元凶是收拾掉了，虽然其他还有浮幽灵聚集着的样子，现在最好还是放任不管吧。是为了小心不要刺激到，对吧？要把那个地方封锁起来。也别让无聊的传闻传出去，那样就能结束了。取纸箱真是恐怖的咒术了，居然有人想杀害某人到如此地步，甚至不惜犯下不能触犯的禁忌。不管是哪个时代都会有的，那种毫不在意的跨越不可跨越之线的愚昧之人啊。结果是所谓人类比起怪物更加恐怖吗？虽然也是有道理，但那也不是真的。嘿，那么到底是怪异才是更为邪恶的？那些家伙啊，拥有着穷尽人类智慧也无法比拟的疯狂黑暗污浊，是这世界上绝对的邪恶是吗？有时候人类的黑暗比那些东西还要更可怕，因为那些可怕的东西至少它外表是可怕的，有些人明明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内心却可怕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尤佳打起精神来，可是连奶奶都，我知道，不过这也是无可奈何的，不好好面对的话可是不行的哟。美琪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不会懂我的心情。我知
真的好害怕，我好怕大家会哪天突然从我面前消失，所有人都害怕我，疏远我，然后永远离开我。我会陪在你身边的哟，米奇，我保证，绝对会的。有够狗，有点狗血，但是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种胆小的混蛋，不管怎么消除掉，还是会不断冒出来。我没办法原谅，只是消灭掉也不够，所以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会，直到我死去之前，都要继续消灭那些家伙们。什么？这是幕后黑手吗？因为那样才是最好的贡品吧。Case 1 End